好，有财经的讯息要提供给您了。你是怎么选信用卡的呢？很多人呢会看这个信用卡的回馈来选。好，不过告诉大家啊，这各大银行明年信用卡的回馈真的是砍很大。各大银行陆陆续续公告了明年信用卡他们的权益回馈方式，不仅是在点数的累点范围，可以适用的现金回馈范围减少了非常多，还有就是像市区停车的折抵点数，现在也整个拉高，包含像是消费分期零利率的范围期数也都缩减。这样子听下来啊，其实这个优惠真的是差很大。好，尤其呢还有很多人会利用这个点数来换高级饭店啊，这些通通都取消了。就连很多人呢都会使用的在国外刷卡，像是中信啦、国泰啊、永丰、玉山、星展这些很大的发卡大行，在欧盟地区的刷卡优惠现在也通通都是缩水的。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主要的原因啊，就是因为中央银行呢这一年多来五度升息，所以信用卡业者等于说啊，他们的资金成本会整个垫高。像是中信银行贷垫的成本一年大概增加3500万，那大型银行来到了5000万，甚至是上亿元。所以这下呢，因为成本变高的话，当然只能反映在消费者身上。银行推出的分期或是点数回馈，不仅啊这些他们没有赚，反而倒赔。所以就提醒观众朋友，接下来如果您要选择申办信用卡，要把这些优惠看仔细，看到底符不符合自己的需求了。